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我是游戏细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模组介绍。那么这个模组呢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 TNT 这个模组。你可能在问 CC， 你最近怎么做这么多 TNT 模组？然后我说，我喜欢，其实我讨厌我的电脑，其实我觉得他不爱我了，我觉得我的电脑有了外遇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毁了它，所以我们要毁了这个电脑，怎么毁呢？我想最好的方法。当然是拿一个 TNT mod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 TNT mod 叫疯狂 TNT。那么这有什么 TNT 呢？我只看过几个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所以呢，让我们先开始吧。好了，第一个是，大家，我先把普通 TNT 放下来，对不对？先给你们看一下，让你们回忆一下这个普通 TNT 啊，这威力是多少？其实没有多少，也不会有多少。你们看啊，就这么点，你看才这么点，所以不是多少，对不对？你好，小迪啊，然后呢？这个呢是 nuke TNT， nuke 是什么意思呢？核弹。那么这个核弹有多大呢？我来给你一些小提示啊，会把整个这个所有东西啊全部炸掉，全都没有，因为所有帽里面核弹都是这样子，所以我猜这个也会把所有东西全部炸掉，然后炸到自己眼，所以这个非常厉害啊，我觉得会非常好玩。好了，我们离远一点，我们离啊，这个。我觉得作者不知道核弹是什么意思啊。好的，那么下面这一个呢是超级核弹。超级核弹会怎么样呢？我希望这就是我刚描述的那样。让我们再试一试，这个应该啊会非常厉害。好的，我们按下这个按钮。我的天，还有声音啊！快逃，快逃，快快逃！我觉得这还有核弹，完了，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和这个差不多这个核弹啊，不对，应该比这个厉害。怎么还没爆？是我这张卡住了吗？爆了吗？喂，我看炸弹不见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他爆了，哦，我的天，好的，所以这个是还行吧，不是非常大，你看只有这么点，只是火非常多而已，每个方块上面都有火，我觉得这个会把我电脑给弄死，我觉得这个是什么 ？Random blocks TNT， 这个是随机方块 TNT， 谁知道是什么？会炸出很多？我的天哪，是谁做的材质啊？你应该觉得丢脸，现在谁做这个材质的话？真的，然后它变成普通 TNT 了，我的天，这个帽不得了啊、所以它可能会炸。喂，这不是，这叫我可以进去吗？哦，我的天，我进去了，我到地狱了，这竟然可以进去啊！我怎么回去啊？可以让我回去？好了，我来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的天，好了，让我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回到这里，这龙蛋都有啊，真不得了。真的不得了，这是把所有随机东西给炸出来了。好，下一个啊，这什么刷怪龙都在这里。好，下一个是岩浆 TNT， 岩浆 TNT 会干嘛呢？我觉得会炸出岩浆出来。我觉得我大胆猜测它会炸出岩浆出来，我不确定啊。好了，它炸出岩浆出来了，我实在是太聪明了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也觉得我很聪明。下面这个呢是黄油 TNT， 黄油不知道是什么，也许是黄金的意思啊。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炸出黄金。为什么每次我按下这个按钮它就变成普通 TNT 了，我不知道，也许贴图。好了，你看果然炸出黄金出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外有个实况主喜欢把这个黄金叫成 Butter， 也就是黄油啊，叫 Sky Does Minecraft， 你们不知道话啊。最后一个其实这就这么简 TNT 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最好的部分还不是这里啊，只是我们要组合最后这个呢是什么岛 TNT， 它会弄出个岛出来，我觉得是弄出空岛出来，我觉着啊，喂喂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不是周围有哦，他是把周围弄成水哦，原来如此，他是会把周围弄成水，然后就以为你在个海岛上面。大家，我是在海岛上面吗？我天，他是炸出了一个大洞出来。等下，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呢，然后把所有 TNT 放下。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它上面写的是什么隐形方块，但这个贴图错误，我可以炸它吗？应该不可以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干嘛的。好的，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把那有个村庄，太好了，我们把所有方块都弄下来，然后看我们会弄出什么东西出来。好的，给我点时间，也许我会加速这一段。
好的，大家好啊，这个我那个什么，可能放的有点太多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是要试一试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亲爱的电脑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对你啊，因为我是个神经病，所以呢，真是对不起，我美丽的电脑，你要死了。好的，这是普通 TNT， 让我快走，让我快走。好了，我放了好多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的天，它会全炸掉吗？我希望，我的天，好了，后面再炸。好了，我电脑卡住了。大家好，我刚刚 Minecraft 崩溃了，然后呢，等一下，我 Minecraft 崩溃了，所以让打开的东西。好的，所以呢，等。好，3、2、1，录。好的，现在崩溃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听到我声音。所以呢，我们还快崩溃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该继续炸之后这些吗？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。好的，这也许不是个很好的主意，但是你在乎吗？我不在乎。也许我应该分配更多内存，但是我忘了，完了，我们快又要崩溃了。我觉得完了，我们快逃吧，我们快逃吧。怎么这么多岩浆，这么多水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觉得他要崩溃了。Oh shit! Oh no! Oh no! Oh no! 他没有崩溃，这是最糟糕的。他不动了，我们快崩溃了。No！ 好，大家好。经过了这么多次折磨，我认为我应该放弃。我觉得 TNT 已经全炸完了，其实，哎，这些区块都加载不出来了。等下让我们等等。我的天，村庄呢？原来的村庄去哪里了？原来村庄消失了，完了，这太晚了，这简直不得了。好了，我觉得全炸完了，所以差不多是这样子。不对，你不要逃，你可不要逃。第三次，他怎么到水里了？怎样？全炸了！我们得把它全炸了！我的天！对呀，我们快逃吧！哇！我被弹了这么远！对呀，我还能，他们还在吗？我的天，这声音太响了！他们在水里有用吗？我的，他们在水里有用啊！我不得了！他们水里全是废墟，现在还有天梯吗？好像都没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没了，所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，可以点个订阅，然后在评论里告诉我你想看什么 mod， 不要让我做这种 mod 好吗？求你们了。然后下期魔族接着，我的天，哇，我好厉害啊！下期魔族接着再见，拜拜。